十几个打数没有办法打安打，所以打者他自己本身会越来越挤哦。打击的部分换代打了，这个球也没收下来，传一垒哦，也是一个精彩的 play， 哇，精彩的一个 nice play 啊，二垒手杨成俊，在杨成俊了，这个是100分的守备。 而故这边是换上代打的陈玉仁呐，结果这被没收掉了安打。这是洛必森卡弄的一个附身啊。嗯，哇，反手接以后的一个手腕传球了。哇，这个球太漂亮了。漂亮。